的。妈呀！所以双人组的好看，双人组有一定的难度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那速度要配合的。有，他们动作很一致，而且他们又戴了这个蜘蛛人的头套，再戴面具，对、啊，非常难用。哎呦，哦哦。所以很好。对，红包给我们了，哇，这个漂亮，这张漂亮，包容转过，好了，儿童组要出现了，哇，他跟着音乐耶，哦，受到后面的控制，好厉害，对，哦，哎呦，漂亮，对。漂亮，我的妈呀，对，哦，漂亮，天哪，你看任何状况都能够应付，漂亮，接得好，对，漂亮，那张漂亮。更多新奇不可思议的发式调酒技巧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惊喜八分钟出三道好菜，厨房小妹连队友都看不下去了。一言呢，会让我们的米粉更加的入味。是，稳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虾子，先把虾子的水分给吸干，吸干之后呢，新车红白料理大赛目前进行到美食达人秀，有红队派出的是世界花式调酒达人，带来精彩的调酒技巧哟，马上继续来看看他们出神入化的演出。对，漂亮，这招最，哦，这招漂亮，太强了吧，漂亮，那招漂亮，厉害，真的厉害，哇，哦，三个。这个有12年的调酒经验的妹妹哦，漂亮，对，朱子怡终于，哎呦，硬国不让须眉，漂亮，调酒界的花木兰，可以这么说。英雄出少年，不得了。真面目示人，真的，终于真面目示人，天哪，还是戴面具好看了，很坏耶，你原来本人长得更像蜘蛛人，怎么这么像号角响起的耗子啊，有点咬金块，这个太像了，对啊，自己好看，哦，一个人在调酒，后面的人在调，我们看，哦，漂亮，对，太棒了，精彩，一次丢4个瓶子，来，知不知道他们倒了些什么东西啊？真的，人家是达人呢，倒了吧，厉害，太棒了，好可怕！刚才在这个郭子林，正在表演之前，我以为他今天得到冠军是因为他很会指挥啊，他从头到尾就是在指挥，这么难，他也有甩啊，他耍了也厉害，我有甩，厉害，难怪能够得到儿童组冠军，那精彩表演。所以这一杯到底是什么？这还有名字吗？这杯可以说出来吗？这杯冰凉甜心，冰凉甜心呢、喝喝看。可以、你先来，我先来。啊，好甜哦！所以没在搅拌，厉害！人家喝了都要先搅拌，因为里面有，然后有人先喝才跟他讲说要先搅拌。你看跟我打赌了吗？刚刚我们在说要喝的时候，你睡着了吗？喝完睡着，太省事了吧？还给我一口同时，难怪喝到都糖浆了。好甜的，哇，好甜哦！如何？怎么样？凉凉甜甜。这酒精度应该不到20。里面有薄荷，不到20，对不对？有薄荷。谢谢。耶！我们赢了！赢了！好，猫拿来。好了。
那现场的观众看到那个是所谓的料理，这个花式调酒的部分，对，料理的部分要由我们来展现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沈石料理达人，哇，各位看不出来这个不怕冷的英姐，真的千万不要转台，千万不要转台，好好精彩的在这边，你要眼睁睁的看他怎么样把这菜砸搞砸，好吧？八分钟出三道菜，九位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是五星级的八分钟出三道好菜、哎、每一道都非常的精致料理，五星级是自己家的吧？对大概哪三道？大概是好，我们会看到哪三道？我们会看到干烧虾仁，干烧虾仁好吃 Q， 以及肉燥米粉，肉燥米粉、好吃，肉燥米粉，还有意大利式的海鲜浓汤，意大利海鲜浓汤，对，浓汤很鲜美又很甜，把三样拉再把它分开，然后再挑出来就完成了。有菜有面有汤，你那是挑的。对的，你那是拖的那个。是有说人家钱是不是？有菜有面有汤，八分钟之内做三道。目前我可以告诉所有的现场的好朋友，每一位两队成员，他在之前练习的最好成绩是8分24秒。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八分钟最好成绩，基本上有点难度。但是只要时间没有跳到9分钟，都算8分钟，好不好？其他10分钟能做完，我们都已经很觉得不可思议。其实半小时可以做完，你都很惊讶了吧？对，不要期待你做五星级，你就做五星。等一下，五星级的现在也省时就好了。五星级，控制在时间内，好吃难吃就不管。好，五星级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八分钟现场准备，计时开始，加油！首先我们要把虾饼呢放到我们的锅子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加百克的水，滚水，然后把我们的虾那个虾饼泡软，这样20秒了呢，大概是一匙半吧。对，虾饼泡软，应该一杯半吧。然后我们这样子把它放入我们的这个果子里面，你要发现哦，它把它倒，我们把它倒，对，它完全倒进去，这是我们的汤的前置，然后让它打成泥。接着呢，我们过来这边，还有我们放入一大匙的盐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放入米粉，可是盐呢会让我们的米粉更加的入味。是，稳住稳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虾子，先把虾子的水分给吸干，吸干之后呢，我们拿出我们的塑胶袋，因为塑胶袋呢是我们腌制食物的好帮手，它可以让食物跟味道更加均匀。我们加入了我是大厨，你在淋水嘞。我们现在加入了一些蛋白，少许的蛋白，太白粉。接下来我们11分钟。接下来把虾子放进去，我觉得有可能嘞。把虾仁放进去，然后呢？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。对，因为塑胶袋真是我们厨房的好帮手。哇！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打开米粉，先把它捞出来。哦，已经好了。盖子把它焖着呢，可以让我们的米粉更加的弹 Q。接下来我们来调酱，我们是干烧虾仁的酱呢，我们需要一些番茄酱，以及豆瓣酱，一大汤匙的豆瓣酱，对，哦，掏不出来哦，直接挖掉，以及一些那个米酒，一汤匙的米酒，还有姜，还有然后味霖要加吗？味霖，味霖有加吗？等一下，他是大厨，他是达人，没错。然后我们把它拌，把调味料拌进去，其实我发现，然后倒一些味霖，一点点的味霖，少许味霖。其实用了很多阿基师教过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拌匀，像这张塑胶袋，非常的非常的完全为了做良家媳妇而言，真的。良家妇女，她是良家媳妇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他怎么看？大概多少？一半。这是要做什么菜？是要做那个用手啊？用那个工具，用小火，因为用手。对，大家好关心他。对啊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大家冷静，不用怕，这只是一个小表演，就像甩酒瓶一样。对，不一般。现在。好，只需要4分钟。哇，我们的虾仁飞粉已经好了，而且。我们他为了省时，他不怕烫，我不怕冷也不怕烫，好烫的，真的很好，我不怕冷也不怕烫。为了做良家媳妇而努力，真的，良家妇女，她是良家媳妇，对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，他坏掉了，冷静，插回去就好了，对，倒出来，然后我们要把它铺平哦，因为我们铺平的时候放微波炉的时候，它受热才会平均，先上下来先微波炉做了，然后我们微波2分钟，
接下来呢，我们穿上我们的蟹脚，画下蟹脚之后呢，以及我们的虾仁，我们只是稍微的穿烫一下而已。我知道你刚才那个水里面有盐巴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但是这个有一些盐巴了，有一池盐巴。他们只是回到他们原本的那个环境当中，对啊，碗海水都是咸的。好，我先放在粉上。我就搓一下水而已啊。搓一下，我们穿烫一下就把它捞。哎，那个很容易熟。对，我们把它捞起来。接下来把奶油放进去。奶油。对，奶油。用小火。大概多少？对，一半。这是要做什么菜？我们现在是要做那个。用手啊。用对，用小火。不要用手。对，大家好关心他。对啊。大家冷静，不用怕，这只是一个小表演，你就像甩酒瓶一样，对，不依不现在正在。好了，好，只加油四分钟。我们是可以成功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把它打成你，我好感动啊。洋葱，洋葱，我们把洋葱打成。好碎哦。没错。你从左边弄到右边去，我的妈！需要再修机器了吗？应该不会使用它了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放进去拌炒。嗯，我们刚刚捣成末的那个洋葱末，对，跟奶油。哎，它的洋葱末这样子好方便呢。没事，洋葱末是不是很方便？不会流眼泪啊。非常的香又碎，但洋葱的甜味呢，又能散发出来。当然碎啊，又是你。接下来还有这个火腿丁，火腿丁以及我。现场剩下三分钟，微波炉在叫了，微波炉在叫了。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，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道菜的成型哎。对。接下来我们过来把我们刚刚弄的虾皮泥，别弄坏哦那个机器。你别乱丢啊！虾皮泥把它倒了放进去，然后熬煮，让它熬煮一下。好，我们先让它熬煮一下，接下来过来，哎，浪浪。虾仁非常已经好了，而且我们他为了省时，他不怕烫，我不怕冷也不怕烫，超烫的。我不怕冷也不怕烫，超烫的。我为了你们，为了大家，为了新人。不要讲话。哦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，你看，接下来我们撒上一些香油，不可以翻。哎，不要帮忙啦，不要帮忙啦，真的。对啊，真的啦，他挑战自己。半入肉燥，半入了香肉燥酱，半入香甜的肉燥。原来肉燥是买的，拿出来这个很好用哦。然后把它拌一拌，一个干烧虾仁，一个肉燥米粉之内的，我们先把虾仁放进去。海鲜浓汤，你有必要一直用筷子一个正面翻一个反面？哎，筷子本来就两头啊，一头两头都可以用啊。你来做一个，作为一个好师傅呢，你就会非常顺利的使用筷子。第二道菜，时间还有。一分钟倒数，还有一分钟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跟老师，等一下，第二道菜好了，好，你看我们的第三道菜现在正在滚，我们的虾仁非常的入味，以及蟹脚非常的甜美，哎呀，我们还有加上牛奶，因为牛奶真的会让它非常的香甜，哇塞，那个浓郁的香味真的是你抵挡不了，你好像非常的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还有30秒，也许你可以跟老公来了一个爱的 kiss， 然后我们就拿起来，走到这边，把它倒进去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还有时间，对不对？这现场倒数30秒，撒一点点，嗯，撒什么？这个，巴西，这不是香菜，这是意大利的那个巴西。对，这时候呢，你可以慢慢走过去，有搂住你的老公，给他一个爱的 kiss， 然后跟他讲说，提到我已经赚到了。太厉害了，你平常不做菜的时候真的是模特，你一做菜变飞姐。真的，怎么这么飞姐？尤其是刚刚在加鲜奶那里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。
三分点鲜奶就知道它味道多少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虾仁的鲜甜，还有那个，然后它一加下去，还一加下去，还没加完哦。哇，你看好香哦！你都没有过程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么快速就做出这三道菜，其实很了不起。最重要，它非常可口美味，看似简单，请大家来尝尝。你今天讲话没？很用心，因为刚才我们在休息的时候，他就自己，我想说其他在我旁边为什么在那边碎碎念，然后念一些菜名跟什么的，难怪他今天都不引人，我用尽我的脑容量，不就是为了行男吗？好，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还不快给我一点鼓励？好，现场的所有的朋友准备不记名投票，好，不记名投票，好，所有的朋友们呢，经过统计，这五十位朋友呢，就确定谁胜出，就成为今天获胜的队伍，了解吗？好，好，马上赶快先来试吃喽，耶、yeah ！好，试吃时间到了，好紧张哦，现场干烧虾仁、肉燥米粉，嗯，还有我们这个的海鲜汤，对，顺序就是这样吃，好，就这样吃，好，现在开始试吃。干烧虾仁开始，自己来啊！真的吗？而且它的那个虾很香，很入味。欸、你刚刚虾放在那个微波炉多久时间？两分钟是我测试过很多时间最完美的时间，因为它就不会太老，也不会不至于不熟。它刚好鲜度都保留住了。你刚好过热水穿过一遍，然后再进微波炉两分钟，现在不会过熟，那真的不容易。因为我本来以为米粉会很烂，结果不会，因为弹的，因为要焖着。对，弹焖的哈、欸。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燥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。肉燥米粉啊，肉燥米粉。好像汤也是，这样代表作。哦，好妙，感觉好像有勾芡哦。对啊，而且你知道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虾饼呢，就是我们台南的名产。你有吗？台南的名、哦，对，它是我们台南的名产。那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去台南玩，可能会买了虾饼，那吃没两天它有时候会软掉，对不对？丢掉舍不得，因为会浪费。那吃掉它又变太软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做那个浓汤的基底，而且呢，它所以你现在拿的是剩下的放软的虾饼。软掉的。啊，也不是这么说啦，我今天有特别准备，我是说万一一般的就是家庭去玩一玩的时候吃不完的话，就可以做这样的处理。而且呢，它最重要是它就是代替我们的海鲜高汤以后呢，它就我们就节省了很多就是前置的熬煮作业啊，不用那边炒啊，而且呢，它不需要再勾芡，我们可以减低热量，这很需要。对，不需要，就它喝起来就有勾芡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如果家里有面包的话，吐司的话，完全就是意大利式的海鲜浓汤。哎、欸，我必须说你三道成功了，今天真的成功了。我一开始有点失望，你知道吗？想说今天是除夕夜特别节目，我们应该吃好料，结果但是哎、欸，真的意想不到，好吃。对呀、啊。以上就是我们白队今天应奇的省钱省时料理达人的表演。哎、欸，厉害厉害，哇，另眼相看，果然是达人。赞，耶、yeah, ！我们赢了，赢了。好，本来想说我们红队稳赢了，现在有点压力耶。我也还好啊，还好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看看能不能展现出我们以寡击众的结果。哦，一个人打三个人，一个打三个了。叶问可以打十个，他打三个也 OK 了。不要打三个，不要忘记甩得非常厉害。世界级的，而且。我们接近蒙着眼了，再看看今天，而且他们都为了想想自己穿衣了。现在看完红白两队达人的表演之后呢，相信大家对两边代表的表现绝对是刮目相看，究竟谁会是本阶段的冠军呢？一人美食闯关，红白两队 PK 斗刀一双，一边手艺好到可以开店，一边现场阿金生气了。小曼，你会不会唱？你不要去搅拌。好，下面凝固，你一搅拌就炒散了。哦，把下面的往上勾啊！你不要去搅拌，你以为在当里炒蛋了、啊？对对对对。对对，弟弟，你有点惹怒我吗？阿金，对，你以为在当里炒蛋啊？玩这个很好啊。旁边凝碎的往下。小蛮，来卖钱，凝碎的。小蛮走演艺圈太可惜了，小蛮。真的。红白料理大赛美食达人秀当中，红队高超调酒技巧令人惊艳，而白队一起一个人在八分钟之内搞定三道料理，他的进步也着实令人动容。接下来由现场观众们进行投票，到底谁会是本阶段的优胜者嘞？好，红队带来的调酒达人跟白队带来的省时料理达人，谁能获得我们现场五十位观众朋友的青睐？现在投票的结果马上显示在我们的电子墙上面，获胜的就可以抽红包送大奖，准备一二三，请看结果。拜托拜托，我们白队。太厉害了！大鹏哥，你在干嘛？
喂，干嘛？你在忙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在泄愤啊？泄愤啊？又吃泄。好极了，玩命哎！恭喜白帝获胜！耶、yeah ！有请他去吃，有红包。谢谢。相看来、啊，我得到这句话，好感动啊！真的真的，谢谢，恭喜新年大发财！谢谢，谢谢啊！来，陈哥，谢谢。耶、yeah, 哎，我们都有。其实我们的白帝之光啊，啊，而且是呢还会带来了几个红包呢，让我们的这个大奖五选一。来来来，你要让你的小师妹来抽还是你来抽？让我的小师妹来好了，好吧，我们家比较可爱。对啊，你来抽。我算有点压力。五个抽一个，五个抽一个。加油，靠你了。不然我们以为你没来。精彩的里面的内容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对，你可以的。手发抖啊。好，中间的。压力有压力。北北龙蝶什么是什么？我们送的礼物不可能说什么山西产品啦、欸、对不对？对，全国首屈一指的料理美食节目，哦，当然送的礼物跟吃的有关。哦，什么大礼？等等去后后。恭喜得到高级味霖一年份。好、哦。依然还是要继续为国争光，谢谢阿姨，谢谢观众，谢谢我们的这个调酒达人，谢谢。谢谢你们。马上为了所有的朋友，喜欢美食的朋友，进行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另外一个高潮，就是美食闯天关。哇，台湾的小吃啊，大概有上千种啊，是世界闻名啊，从南到北，由西到东，哦，可以说呢，山上海边的都有自己的小吃。哎，对啊，你们分别陈述一下自己最喜欢吃的小吃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是这个猪血糕，哎呦，猪血糕，沾一点的这个花生粉，哎呦，拿来点点辣椒酱，然后上面来弄一点 NC， 一定要有 NC， 一定要 ，Oh my god。入口弹牙那个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是米的香味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漂亮，你呢，姐姐？我最想、最爱吃咸酥鸡。还有咸酥鸡，咸酥鸡，我小时候超就是想要嫁给咸酥鸡的老板。真的？真的？哦，你好有，就很想每天都可以吃到咸酥鸡呀、啊。好想娶你哦。吴欣雅呢？我喜欢吃臭豆腐。哎呦，夹着一套菜也好吃，随便讲都没有重复、哦、臭豆腐，对不 对？我们都不知道哦。国厨阿弟是喜欢吃什么小吃？我有这眼睛。阿弥耍，哎呀，厉害啦！一流哇！是有人鹅阿米耍是大肠面线呐、啊，对啊，里面有大肠还是鹅阿的那种？鹅阿的最好，鹅阿的，鹅阿的口感跟面线又表里一致、哦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都 Q。那么稀里糊涂的暖在心窝里面那种回味的感觉，我跟你讲到流口水，是有一点我在吸吮口水啊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哎，吴品仁师傅嘞，最喜欢吃大肠包小肠啊。行家，行家，真的是行家。讲到讲到，每个人都会赞叹的。对，好了，那边从那边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来。最喜欢珍珠奶茶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之前有卖过。你还卖过？在元优惠的时候。哎呦，好个简单又多好的一个，真的太好了。士官长，你都是什么呢？士官长都配花生米酒、馒头、糕呀。我没有不喜欢吃的，像胡椒饼、腰炖排骨。不要讲太多，讲一个就好。胡椒饼。很难受一个选择，讲一个就好，讲一个就好。那胡椒饼好了，胡椒饼，哦，是哦，是哦，哇，我喜欢吃鸡屁股，啊有，哦哦，鸡屁股很好吃，鸡里香，肥肥的，烤的好好吃，鸡屁股又叫鸡里香啊，对，鸡里香叫鸡里香，对，真不是，蚵仔煎你说，哦，蚵仔煎，蚵仔煎，蚵仔煎，哎，蚵仔煎也好，赞赞赞，都喜欢蚵仔系列，对对对，对你呢？哇。我喜欢生炒花枝。哎呀，老讲究了，老讲究了，哎呦，而且现在很难找到道地的生炒。哇，好极了！你们喜欢吃的东西刚好跟我们今天内容都没有搭破到。对，而且呢，我们在想大家是很开心的时候，后面有三摊老板眼臭臭的。其实啊，现场的味道已经弥漫了。其实呢，接下来就讲我要介绍的这个了。哎呦，大家呢，今天我们现场特别请到了三摊极具台湾地方代表啊。哇！我们会知道呢，我们的小吃文化为什么能够无远佛界，而且呢融合各国的特色。这个呢，我相信它的血统应该来自日本，但是台湾发光发热。哦，我最爱吃的章鱼烧来这边。哎呦 ！Oh my god！ 天哪！能够
觉得台湾的那个章鱼烧更好吃哎。我章鱼烧弄得跟花枝丸一样。啊，我们的老板娘黄慧茹小姐，对啊。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好，你好，阿茹啊。上次在我们西南大主厨呢，特别给我们介绍了章鱼烧。哎，当时弄了整个盘子，听说我们弄完之后，整个机器回去报销了。啊？被我们弄坏掉了。哪有这种事？啊，这个你看他的技巧，你卖了几年？两年才卖两年哦，你看他才卖两年，他的技巧多好，漂亮，每个圆滚滚的，而且颜色非常的漂亮。大家除了爱吃章鱼烧之外呢，今天我们是美食闯关，所以是要比赛的。你看洗锅也帅啊，看到？哎呦，哇，哇，可以赚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直接掉流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困难呢，困难呢，而且要小心，对不对？不要被烫到。比赛吃比较多的好了啦。哦，那我们一定赢。大过年比赛是章鱼烧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？怎么美食闯天关？这比需要比有挑战性的。红白两队分别推派出两位代表，要来挑战谁能在限时之内做出最多盘完整的章鱼小丸子。获得优胜的队伍呢，就有机会拿红包。现在就先来看看老板娘章鱼烧完整的制作过程呗。好，现在请慧茹让我们示范一个从头到尾如何完成。请队员看清楚哈。好诶。赢的人才能够拿红包，赢的人才能拿红包。下这个。这个大概要几分满啊？不用一半，不用一半哦。然后一个洞放一个章鱼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。哦，放高丽菜。这样铺哦。其实台湾的小吃文化，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哦，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小吃引进到台湾之后，再做一些改良，真的。比方说。章鱼烧就是，章鱼烧，还有甜不辣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一样哦，再淋一次吧，满满的，对，哦，哇，打这个是什么？那要打多少？为什么？哦，要去增加它的凝结的，对，他现在开始要化球都丢到旁边。哦，哎，哦，好厉害哦，哇，这个是要一个那个耶哦，我觉得整个过程最困难就是这里。我对于它怎么变成一个球，好好奇。其实刚刚都还蛮简单的。然后慢慢的把旁边都弄进来，有没有？对，有没有？哎，真的耶，哎，阿卢姐，哎，变成圆的了。目前这个动作，你大概是学多久之后，它才真的能够拿出去卖？大概一个月。你在家吃了一个月的失败品哦，学七天嘛，哦，然后练了一个月，好厉害。他做七天，他学七天，我们才学七分钟。对啊，而且他练一个月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代表大家做的不成人形，也不是可以接受的。尽量，好厉害啊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红白两队将 PK 制作可丽饼，观看老板娘做，就让大家很惊奇。在两个盘面上，一个咸的，一个甜的。哦，啊，他同时示范。哦，这个最难。哇。然后转。哇，哎呦。好厉害啊！手好漂亮，手好巧哦。对啊，你以前有做过投掷员哦。两只蟹肉棒。哇，一只右脚，一只左脚。怎么了？你刚刚做章鱼烧怎么就没有这么活泼？他可以啊，章鱼烧他做完了像那么活泼哎，我太想放屁哦，真的。对啊，他都不用。史官章，史官章，有阿兵哥御驾归营啊！对啊，他完全哇，不错哎，他把他毁了耶，不错哎。对呀，往外播，哎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然后练了一个月，他做七天，他学习我们才学七分钟。对啊，而且他练一个月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代表大家做的不成人形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尽量，好厉害啊！这什么？哦，好了，现在都看到怎么做了哈。对，来，我们谢谢我们的慧茹为我们做的示范。谢谢慧茹。两边现在各派出两位代表，这边是白队的区域，这边是红队的区域。现场有四个的这个工作台面啊，四个盘，这四盘一对两盘，嗯，我们限时之内做出来，能够一个盘子啊，一个盘子放三颗，无限不成立啊，放三颗，看你能放几盘。好，好哎，好不好？章鱼跟小蛮，我们再来，我们两个刚刚吃了很多章鱼烧，我们有跟他培养感情。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，我们逼急啊，就这样，逼急，逼急呀。哎，那大过年不能讲 B G 的。好，洗八刀。对了，我们是洗八刀，来了。洗八。芒果 ，B B 跟 G G。B G 二人组，我相信应该会给我们带来好运。真的。两边来，红白两队就位，来吧。来，准备章鱼烧制作大赛，十分钟准备。加油。计时开始。
加油加油！你看光第一个步骤就有多困难，你会很不满。他的那个，哎，我已经觉得还不错啦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小心哦。然后你赶快放，对对，就这样，分工合作，不要放太满哦。好，卡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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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摸一看，超会打。大量的闪，闪闪闪。人工平均呐、啊。我要被加一点。哇，小白你怕烫哎？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。你很适合去做双鱼座。给我一点啦、啊，赶快把粉抢来，快。现在嘛，固定固定，稍微定比较行啊。哦哦哦哦。好，可以转，可以转了。那你顾上面，顾下面。可以了，可以。小白，你成功看他啦。那我们等一下好了，我们等他走一走。有没有看到？因为我们的太稀了吼，他根本就不怕烫，而且很会转。小白，你给我去卖章鱼烧。目前小蛮做的火要小一点，他做超好。小蛮做的很好，小蛮不要只顾那三颗啦，赶快前面也要一直往前走啊。很好很好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好，继续往前走，继续继续。做会这么好哎、欸，弟弟你要顾上面啊。弟弟，小蛮你会不会唱？你不要去搅拌。好，下面凝固，你一搅拌就炒散了。哦，把下面的往上勾啊。你整个上面都要往上翻，不是搅拌它。对，你不要去搅拌，你以为在上面炒蛋了？对对对对。对对，继续就这样，没错没错。弟弟，你有点惹怒我妈，其实。对，因为是上面炒蛋啊。蛮做的很好哎、欸。旁边凝固的往下翻。小蛮。卖钱，零售。小蛮走演艺圈太可惜了，小蛮。真的。啊？还剩三分钟啊？还有三分钟，哎，那你们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哇，红队那边已经在加油了，这边已经在用油在煎了，这边还没有了。你们也可以加油啊。很僵放太久。我们这个是省油的啊。他们那边是比较健康的啦。他们那边好像马铃薯泥哦。你不知道我们是改良版的。那边做大板烧。哦，很像。哇，小蛮你真的修罗北拜呢。好厉害、哦。你老实说你以前卖过对不对？我刚刚就在怀疑。其实我跟章鱼烧老板交往过。哦哦哦哦，有了有了，我要不要下油啊？好啊，有几颗好的啦。老板，为什么我听到老板？现场倒数三十秒，慢慢来，蛮新，三个一个。装得漂亮，慢慢来，没关系哦。这是谁，小蛮？你们只要挑好的就赢了，你要挑好的就赢了。那不是帮我们？三颗，三颗装一盘，三颗装一盘。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啊，这不要，这不要。好美哦！啊，这不要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轻轻的，不要急。这个掉了不要，这个就好。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这个。现场倒数十秒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倒了。倒硬的先拿，倒硬的先拿。哎、欸、对，找硬的先拿，哎、欸、很好，哎、欸、还好，时间到，太好了，怎么会？你们真好，好感动哦，我要哭了，红队第一次赢哎，真的好也好玩、哦，慧茹，有必要请你好好的说明一下，好好的说。两边目前评分的结果是什么？请讲评开始。红队的形状比较漂亮，数量也比较多。数量跟形状整体完成度比这边好，达成率啦，我们以达成率来说。鲨鱼好吃啦。所以，哎，不用再加了啦。哎，今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坐的四个人脸都红彤彤的。对啊，尤其最近看他喝醉了。恭喜红队获胜。红队请出来领红包，谢谢。来来来，辛苦的两位先。来，恭喜你，加油！好可爱哦。加油加油！来，谢谢。加油加油！哎，阿金姐叫我士官长。阿金姐叫士官长。阿金姐谢谢，新年快乐。我怎么会有个老连长干的士官长？对啊，营长，老营长，营长，老营长。嗯，好、啊，恭喜红队赢得第一关可这个章鱼烧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小吃可丽饼。来，请欢迎可丽饼的老板娘尹轩。大家好。恭喜恭喜哈、啊，这两个盘面上，一个咸的，一个甜的。哦，他同时示范，我们看他的花多少时间可以做完，好不好？来，开始。哦，这个最难。哇，嗯，
等一下火药你要帮我们控制，因为我们对火不了解。好，一尺，然后转。哇，哎呦，好厉害、哦！好漂亮，你手好巧哦。对啊，你以前有做过陶醉眼哦。好厉害！要随便把家以前，家以前做雷达的。哦，哇，你应该弄几条？而且它四条。四条，气势弄四条，嗯，动作好，现在都在开火，蟹肉棒，两只蟹肉 棒，哇，很多，一只右脚，一只左脚，怎么了？你刚刚做章鱼烧怎么就没有这么活泼？他刚刚做章鱼烧，做完了就都没有讲话，哎，我太想放屁哦，真的，刚刚都不讲话，因为我也想要当章鱼烧老板啊，来，真菜。好丰富哦！哇，还有哦，还有甜玉米，还玉米，玉米还有。哎、欸，其实越多越难包哎、欸。对对啊，而且这个时候火都还是一直开。胡椒盐，胡椒盐，胡椒盐。对，你刚刚有吓到他。那个沙拉酱，沙拉酱美乃滋、yeah. 哦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好。沙拉酱，哦，这个甜辣酱，番茄酱吧，番茄酱。甜辣酱，番茄酱，我想说做咸的。哦，现在可以。哎呦，那个 cheese， 你看看它不溜不溜。不晓得他以为他在做润饼。真的。而且都要先哇，那个，你大概你像这样的转一圈这么漂亮，大概花了多长时间练习？哎，两个小时。啊，两个小时。我那你去呢？人家花七天就会章鱼烧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边好了。哦，这个也很好漂亮哦，折三折，哎呦，哇，好漂亮哦，怎么不会断掉？奇怪，怎么知道？好厉害哇！好想吃哦。那个巧克力可以再加一点炼乳吗？因为我们刚才那炼乳被制作人拿走了。不要点菜，点的好好吃。我们现在在看示范。对了，加一点炼乳，耶！耶！好香哦，巧克力的。既然要加炼乳，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个春联呢？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谁没事在可丽饼写春联？开市打击，对对对对。真的地方？这看不出来哪。我的亲，那叫卡哦。对。刚好四分钟整，哦，所以一共四分钟完成两遍。哦。等一下，我们的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，是啊，六分钟做两遍。哦。好的，你们赢，所以你们先来。好。嗯、好不好？ Okay、来，红队，加油！请就位。计时开始。哇，太少了，你要再多一点。加油！他都不理我。史官章，史官章，有阿兵哥御驾归营啊！对啊。他完全。哇哇，不错哎，把他毁了耶，不错哎。对呀、啊。太多了。镇定哦，而且他完全没表情。有关系，可以了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唐小璐。其实还不错。对，把中间的开始往外拨。可以讲一下吗？补、欸、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小乔，你看呆了。小乔，你在干嘛？咱们来不及，绕快一点，在中间，把中间的开始往外拨，哎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小乔，你看呆了。小乔，你在干嘛？我们从中间，从我们旁边。完了，咱们来不及，绕快一点，在中间，不要往外。小你完了，再小你完了。再小你完了。再小你弄太多了。看右边，不是看左边，看你的右边，不要出去就好了。近一点。我先表演，先表演。把下，这个把下，下。小乔，你还可以倒车啊！傻抽抽。哎，这样看起来王以路不错哎。对。真的。用啦，那可以用啦。因为是可以吃就好了。只有我那么胖。那个没事，火关起来就好了。哎，以路真的厉害。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火关起来啦。胡椒胡椒。没有这么多啦。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也要再拖。哎，火关起来。对折对折，好棒好棒，一路很棒。一路很棒，一路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很棒很棒，哇，我们士官长不急不急，士官长真的是哦，不吃烧饼之后都吃可丽饼啊，很棒很棒，太强了，哇塞，100分100分，一路一百分，好厉害哦，下面有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对对对对，再做一个，前功尽弃，烂掉烂掉了。哎、欸，所以时间是来得及的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下面还有一刀，下面还有一刀，对对对，哎、欸、哎，哎呦，成功成功，很棒，哇，打的这个比较好哎、啊。来，他一共花了4分55秒的时间，很棒。哦，剩下是华丽，看我们生湖二人组了、啊，生湖好，希望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开湖，好，希望啦，好，加油，来，白队就位，耶，限时6分钟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。这个最难，很好，晨晨做得很好，很好，
哎呦，怎么可能？很好，很好，哇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画圆就好，有圆就好，圆了，也是跟上次做的差不多。闲的，先放气势，倒一点，倒一点，对，好，先从里面，不要一下到外面去，里面先刷圆。哎，我有点担心呢，欣雅你也做太好了吧？快一点！我想说腿不好就算了。哎呦，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哎，真的耶！哇，好厉害哟，做得也好棒哦。奶油，奶油，剩下四分钟。好，美乃滋，美乃滋，开始练。加油啊！加油！时间已过，到点为止哦。陈哥练乳吧，对哪队比较像？啊，被像美乃滋像。对对对，练乳嘿，练乳嘿。陈哥队比较像，老板娘讲哦。比较像哦，哈。好，陈哥最困难来了。两只手，陈哥两只手。哎，陈哥以前他们家是做烧饼。蛋，我觉得不要。陈哥完蛋了。不会，陈哥不错，不错。哇，陈哥你竟然用两只手，很漂亮哦。不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稳住，稳住。陈哥快成功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陈哥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好。继续看看，哇！光几个饼，现场的观众都已经这个疯狂了。节点，接到一点。哎，很好，很好，陈哥很好。啊，碎了，碎得好啊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再漂亮一点，陈哥，下面还有一刀，下面还有一刀，不要忘了。哎呦，人家刚刚下面还有一刀。很好，很好。啊，很好。漂亮，慢慢来，压一刀。不急哦，漂亮。不要换机了，一定要弄一下。不小心破了。不急，太玩关火了哦。他烫到，完了，你看最后这个反而其实最后一刀注意哦，最后一刀注意，贴住锅子，破了，哎，其实刚很棒哎，哇，其他那个刚热度不够，太少关，对，是哦，啊，可以，来，小心哦，最后一刀，来，在这边，很好，哎，漂亮，好，时间到，这个手应该好，两边都完成了。好，现在要看一下两队所花的总时间是多少，请看。耶！白队4分22秒，红队4分54秒。我们还看时间运用上，我们省了33秒。我们省了半分钟，我们省了半分钟。为什么？真是不得了，这么快啊！他们真的比较快，变化不是一夕之间，但它真的发生了。没关系，最后要让尹轩小姐公布最后总成绩。我们是白队，他们俩是红队，从衣服颜色应该看得出来。获胜的是白队，耶！哇，太厉害了！哇，谢谢詹姆斯、大德，恭喜白队，谢谢老爷，恭喜，谢谢老爷。好了，就把这个分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吃了，好不好？那目前两队呢，战成平手。对，小吃我们今天无三不成立，还有一摊。这一摊呢，哦，也是巷子里面的美食。真的吗？真的哦，要闻香下马，闻到这味道，你就想跟他刮一把。哦，是啊。这把在哪里呢？在隔壁摊，香肠摊走。好了，这个是香肠摊子，等一下呢，跟老板比大小。哈？有时候呢，我们是打担子，有没有？哦。对。打担子看点数，对不对？你几点啊？可以离多少香肠？对。现在呢？掷骰子。对啦。是哦。过年呢，这个小骰子看不到，我们用大骰子来比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两队每一共8个人，对，都要掷这个骰子。好，最后呢，点数我们统计完了之后，每一个人都有清清楚楚的一览表在那边。哎，阿迪斯最后丢。好，我们全部8个人跟老板对赌。哦，看是你们红队赢他的多，还是我们白队赢他的多？好，先讲好，因为他是长辈，是跟他一样点数，他6点，你也6点的，算输。哦，一定要超过他。是，好了，好，准备。现在呢，两边刚才我们赢的，就我们先来，好吧？陈哥先来，胡欣雅，你先来，丢高哦。欣雅来，快点，孙德，哎，哇，厉害啦，一般习俗哦，要先过个火。好，你们的第一位，咱们加油。10点呢，来个12点吧。丢骰子以前要不要说个什么吉祥话？七八刀。这个玩七八刀的时候要讲一下，左手挽天酒，左手挽天酒。嗨，嗨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那么着急？不玩还好，
一碗就加起来才4点，那就输了。可能相宜准备，可能我们这个火不够旺。真的，加油！来一杯，加油！哎呦！啊，6点也不错，刚好中间值。还有我们没有两队对赌哎，真的，对啊，积极准备，积极加油。觉得刚两位有点带赛耶，先布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好，吉祥话，我要转一下。恭喜发财，旺旺来！哎呦 ，Go 加油！加油！8点，就是12点，高吧？8点算高了啦，8点算高了。对啊，那边黄一路。接下来，预备，不关张。是我们也要输个，而且我们越来越高哎。有。好，不要输他们，也输。步步高跟沙无赦。沙无赦，沙无赦是好的吗？哇，好高！沙无赦，真的，还好刚不是抓他们。金亚顺奶奶，我抽奖完了，哇！金亚顺，我又好不？哇！我打刚跨新南大赌徒啊！哇！